乐声拉开序幕，慈大附中国二艺才班十二位学生融会音乐与美术，在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举办黑白新时间画展。就是在创作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没什么灵感嘛，就是脑袋都是黑白的，然后会叫时间，就是因为时间所给予我们的压力，就是和一次次的挫折跟失败，就让我们无法承受嘛，就是逼不得一定要激发出灵感，所以时间造就我们。我的作品名称叫贪食，贪吃的贪，时间的时。大嘴旁边有金钱、毒药和时钟，希望借此告诉大家减少贪欲，把握时间做有利社会的事情。学生们尽情创作，与教育电台合作展出，今年已经是第15年。合作是一个培育为主，怎么样我来诠释这个话，然后可以说出来，然后我还要去办一个展，这些都把它学进去，那教育电台就是一个桥梁，一个平台而已。因为疫情延期一个月，才得以展出15幅作品，描绘对环境的省思、时间的诠释、自我探索的迷惘与发掘，这个年纪对周遭的感受与想象，透过画作与世界对话。大爱新闻谢云山、刘宏志，花莲报道。